怪虽然已经结束，但孔刘的帅气深知人心。近日韩方释出一系列花絮照，其中人缘超好的孔刘在拍船上戏时隐藏版好友李光洙亲临片场加油打气，见对方意气相挺，主动关心表示李光洙太瘦了，要他注意身体健康，更不忘调侃光洙说要开心的拍摄就不会变瘦了，验证两人私下的好交情。拍片现场也应光洙笑声不断，先是向所有工作人员一一鞠躬，更不忘发挥综艺魂，连照明灯也行大礼，让所有人笑得不要不要的，也为大家疏解了一下拍片压力。而鬼怪中孔刘与李栋旭虽是首次合作，但却一拍即合，在戏中即使是对立的戏也让人觉得像热恋中的小情侣一样，死鬼磕碰的组合也让粉丝们看得舍不得结束。